可能半夜台风雨就会比较大，会慢慢加强。对，所以好不好，还是要小心自身安全。三更半夜不要在外面游荡，就留在这里就好，就留在北屿就好。对，然后想听什么歌，还是可以尽量点哈。是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找一些跟雨有关系，跟红台有，哎，刚好红台听。会不会上一下，然后我就下大雨，然后你们就会问我，对，就走不了，台上两位唱什么下雨的歌，我们召唤雨神。对，召唤一下，我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就是。听见下雨的声音，好，我这雨还没来，我们用听的，不要随便叫话。好了，想听歌还是可以尽量点。是的。我每天一场满
下雨的声音。